探索宇宙，人生真相，见证世间因果轮回。老宋讲故事，由聚贤堂送幸福住，第461集，善有善报，万物皆有灵，广积福德，天道须遵循。嗨，大家上午好。依家是北京时间9:29，公元2016年7月25日。在这个时段，由宋幸福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老宋讲故事。话说我们这里今天特别的热闹，虽然是上午，已经令人汗流浃背。昨天晚上11点，那是倾盆大雨，从窗户望去，那地面上迅速蒸腾起一股雾气，仿佛人间仙境。可能是因为昨天上午的暴晒，地面好热的缘故，以为昨晚的大雨能带来一丝的清凉，没想到今天早晨起身，地面感是干巴巴的，好像没落雨的痕迹。的确有点闷热，这种天气总是令人懒洋洋的，不想动，能多睡一阵就多睡一阵，是不是呀？呵呵，以前我们是自己探查，而且故事里面都是报仇，报恩的比较少，其中很多灵性都是前生，今生的比较少，可能我们查的事情太少。讲实话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，问的人不少，查的特别少。为什么？都是机缘不到，机缘不到的我们只能等，不可以心急。心急去做，你只有一个，就是背因果。大家想是不是？于是老宋道听途讲，同大家讲一讲东北那家大的事。都知道东北是我们中国的东北方，在八卦当中属于艮卦，同时又属于鬼门，故在东北三省中有很多神奇的故事。话说东北有77路，仙，这个仙和真正的天仙是有区别的。77路当中有5路是主要的，戊、黄、白、柳、灰，还有72路是普通的。证明什么？证明很多动物都可以修成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爱戴他们。今天给大家讲的不是吹麻仙，只是在故事当中顺便带两句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东北，难免跟他们有多多少少的联系。话说有这样一对夫妻，那是恩恩爱爱，小日子过得还算恩实。这个恩实可不是代表着富裕到什么程度了，就这小两口在一起住，我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不在身边。妻子怀孕9个月了，尽管如此，丈夫依然不可以闲住，要打工，早出晚归，非常的辛苦。话说有一天，这位丈夫
又似往常一样，落咗班，踩住一架单车，连个手电筒都冇，都唔能讲系完全摸黑，仲有一啲光，仲未到深夜，只系傍晚。翻屋企路上睇到一条蛇，大约有一米多长，个肚鼓鼓噶。大家喺度谂啦，肚鼓鼓嘅系乜嘢状况？系怀孕啦，定系呢条蛇食得好多，令个肚鼓起身嚟啦？东北人，尤其系喺农村，佢哋见嘅蛇比较多，好容易判断出呢条蛇系乜嘢状况。这个男子仔细一看，这条蛇的确是坏人了。此时飞来一只鹰，这只鹰都不能说它是突然飞过来的，应该是夹了这条蛇很久了，从空中就往下冲。这个男子一惊，帮还是不帮？鹰都唔系好嘢噶，体型好大，蛇系坏人噶。佢突然谂起啦自己嘅妻子，都九个月啦，忽然生起一股怜悯心，都系有人在身，唔理老嘅都仲要理少噶，系唔系？于是佢迅速咁执起一块石头，朝鹰掟去，大家结果自然想到了，这个鹰一惊，鹰受到惊吓，跌了很多羽毛，一个展翅就飞走了。他都没将这个当回事，踩着单车慢悠悠地就回去了。他回去后跟自己的老婆说，哎呀，今日遇到一只鹰喺度食蛇，蛇可能肚入边有小蛇，我系如此这般将呢个鹰赶走啦。佢老婆讲太好啦，讲佢老公做得系啱嘅，呢件事亦就咁过去啦。第二日呢、这个丈夫又同往常一样，早早咁就去上班，但系因为第二日接嘅呢个工作比较繁琐，需要喺城入边留两三日先至能翻去。于是晚上佢就俾电话妻子，有事翻唔到去，你将左邻右舍留个电话，或者遇到事情你赶紧。等邻居来帮个忙，这个妻子想了想，可以没问题，话讲无考不成书。就在当日丈夫无法回来的这个晚上，这位妻子肚发生了剧烈的痛，可能是提前要生了。生孩子这种痛是非常难受的。有人讲，老宋，你生过孩子呀？男嘅系唔生嘅，但系我真嘅能体会，因为我妻子生孩子嘅时候，产床唔系有个栏杆咩？佢硬生生咁将嗰个栏杆俾推断啦，那个嘢唔系钢都系铁噶吧？一个柔弱的女子在这一刻爆发了强大的能量，为什么？那是剧痛，我们男子无法想象的。听故事的同修里面有很多女同胞，有很多已经做了妈妈，你回味一下当时那种感觉。她赶紧被她丈夫发短信之后，就向邻居家走去，
冇谂到啱到咗门口，就痛得走唔喐啦，只有弯住腰扶住墙，爬到咗床上，越嚟越痛，嗰个肚胀痛，痛胀，抖咁大嘅汗粒从头往下流，个心谂呢下弊家伙啦，丈夫唔喺屋企，自己出唔到门，孩子马上就要生啦，点办？点办？点办？脑入边浮现出一连串嘅点办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门开啦，入嚟两个女子，非常嘅漂亮，身体又显得好瘦。入嚟之后都冇打招呼，就赶紧去开热水，准备接生。大家谂啊，平白无辜咁屋企入嚟咁样个人，难道呢个妻子就冇乜嘢疑惑吗？当然有，但系此时此刻，佢更希望嘅系有人能帮助佢，而唔系讲有戒心。咁系乜嘢情况？因为农村人相对比较淳朴，对人都冇太大嘅防备心理。此时此刻，有呢两位女子，女子女子，又唔系乜嘢绿林好汉，只要系能帮助孩子接生，呢个妻子反倒系冇所谓，巴不得有人嚟。依家有人嚟啦，哪怕系老人，哪怕系陌生人，佢帮我接生，咁就当感谢。佢长长咁舒咗一口气，就晕咗过去，痛晕啦。呢两位陌生嘅女子望前望后，望里望外，从天黑一直望到天亮。当然呢位小宝宝都顺利咁诞生啦。天光啦，呢个妻子都醒嚟啦，但系有气无力，眼睛都唔能完全咁张开。佢非常咁感恩呢两位，就想问尊姓大名，只可惜佢身体太过于虚弱，只听到一个字常。边个常？常翻屋企睇睇，翻屋企睇睇，调可能唔太啱，就系呢个常。听到呢、这个妻子又瞓过去啦。天光啦，隔篱嘅老婆婆即系邻居，听见有人敲门，佢就赶紧开门。开门之后睇唔见人，只见地上有两条蛇，佢就奇怪啦。蛇系点样敲门噶？先系一惊，后嚟一睇，蛇冇恶意，唔似系伤害人噶。呢个时候蛇就开始移动，佢都觉得好奇，就跟住蛇去睇睇。大家都系邻居嘛，冇几米蛇就到啦生产嘅呢一家，孩子出生嘅呢家。老太太好好奇，赶紧就入啦呢个家门，一睇佢呢个邻居已经生产啦，孩子瞓喺佢个身边，里里外外收拾得齐齐整整，一万多个问号从呢个老太太脑入边飘过。丈夫唔喺屋企，突然多咗个孩子，冇听见叫喊，呢个妇女生咗孩子，家入边又搞到咁干净，理佢呢？虽然一万个问号，但系此时此刻呢位邻居
作为一个热心的老太太，应该赶紧地给产妇做一碗有营养的嘢，于是就忙开了。这时丈夫都赶回来了，产妇都醒了，三个人既高兴又好奇，产妇就将昨天晚上的事如此这般地向两位描述了一番，大家都觉得好神奇。老太太又向两位小夫妻讲了早上两条蛇敲门的事情。这个男子就问，那条蛇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一米来长？那个花蛇肚子大大的。老太太说，啱啱啱，啱啱啱，不停地说啱，大家恍然大悟，两条蛇当中其中的一条是她救的。那两个化身的女子讲她们姓常，在东北戊、黄、白、柳、灰、李、莽，一般就讲自己姓常。这个常我猜想可能蛇的名字吧，在有些地方叫长虫，是不是啊？我估计来源于此。长通常，通是交通的通，两个音比较相同，但是没有长短的这个长的姓氏，于是他用了另外一个常。我是这样猜的，但是不知道啱唔啱啊？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，都可以分享出来，我们一起来探讨。本故事不属于老宋的天眼探查，而是来自于东北的一个民间传说。当然此事发生在当代，在当地那是家喻户晓，是个真事。万物有灵，我们每日是不停地食食食，杀杀杀，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果腹的限度。动物界他们之间有食物链，但是他们仅限于食饱，而我们人类不是这样，食饱了要食好，食好了还要滥杀无辜，做下了无量无边的罪孽，恶必有恶报。以前老宋讲了这么多故事，基本上都是恶报。这个小故事发生在东北，那就是典型的善报。这条蟒蛇是坏人的，这个男子救了他们母子俩，母蛇和肚里面的孩子，男子出门在外，女子没有人跟她接生，没有人接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母子伤亡。这个真的是呀，可不要小看，害人等于害己，帮人等于帮己。救了蛇的母子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得救了。这个故事值得广传，善有善报啊。所以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，老宋大力提倡大家放生鱼子。为什么啊？有利于你的子孙啊。现在的父母特别注重对孩子的培养，钢琴、小提琴、武术、跆拳道、绘画、唱歌、跳舞，恨不得孩子样样皆精。做乜嘢呢？仲唔系想等孩子将来有个好前程啊？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精通呢啲嘅人是非常之多，你想从中脱颖而出，可唔系咁简单。边个成名，边个将来能够一帆风顺，
唔取决于你有几多技能，而系睇你到底有冇嗰个福德。所以老宋想唤醒天下嘅父母，俾孩子积德，帮孩子积德，就系最好嘅教育。如果你能放生大子女，咁唔系母子平安吗？大家谂谂系唔系？大人小孩都好，喺故事当中呢两条蛇，佢哋都系修到一定嘅程度，可以幻化为人形嘅。佢哋幻化为人形嚟报恩。你放生了鱼子，唔一定能幻化为人形，都唔一定亲自嚟报你嘅恩，但系天道循环，宇宙佢嘅轨道系圆嘅。你嘅善心善念会得到天道嘅补偿，就好似呢个小河入边嘅水，或者池塘入边嘅水流向略下游，布施到略下游，下游嘅水唔一定能直接嚟感恩，但系你会发现一场大雨，池塘仲会满。如果你当初冇布施，呢场大雨同你冇乜关系，你本来就系满嘅，你仲有乜嘢地方可以填充呢？唔好舍唔得，唔好唔去救，你所舍嘅都会翻嚟，而且系成倍嘅，数十倍嘅回报，有舍有得，唔舍唔得，睇你点舍。老宋讲呢个故事冇其他，只想唤醒我哋每个人心中嘅嗰个善念，点燃善嘅灯，照亮我哋周边，感化我哋周边嘅每个人，人人传递一份爱，一份大爱，人人献出一点爱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故事能对大家有所启发，麻烦你多多转发，发布施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果。愿将此讲小故事的功德回向俾诸位善知识，回向俾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随喜小故事的师兄朋友及一切众生。愿大家家庭幸福，人人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果。阿弥陀佛。